您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1700整点新闻，带您掌握在台北市松山区的饶河夜市，现在紧急宣布今天晚上封市大消毒，疑似是出现了确诊者的足迹哦。这是台北市卫生局他们证实了饶河街夜市呢有确诊者的足迹，而环保局特别到现场来紧急清消。据了解呢，曾经造访饶河街夜市的呢是一名20多岁的本国籍女子，她从日本返台，曾接受过2剂的莫德纳疫苗，11月21号入境以及检疫期满前采检都是阴性，而在12月23号，他因为求学需求自费采检，在今天确诊是属于无症状感染。